西元1969年，美国太空人首次登陆月球。第一位登陆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壮说：“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。”但是同时，登陆月球的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奥德伦。大家好。嗯。怎么可能会服气呢？嘿，哔哔哔哔！哎，阿德伦先生，阿姆斯壮先生先出了舱门，成为登陆的第一人，你难道不会感到遗憾吗？就是啊，哎，哔哔，别这样啦！怎么样，哔哔，你有任何不满吗？哔哔，保持风度，先坐下来啦。别拉我，身为记者就该探求真相。奥德伦先生，请你说实话。嗯，没有错。阿姆斯壮是首位登上外星球的人，这是人类空前的成就。但是也请大家别忘了，回到地球的时候，是我最先踏出太空船的。所以我是从外星球回来的第一人，对我自己而言，这项成就也是非凡的。